Sing you'll be for us, b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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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trike the harp and join the chorus. Oh, follow me in every measure while I tell of your tight treasure. Fast away the old year passing. 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各位同学，先跟各位同学说，圣诞快乐！今天圣诞夜，平安夜，呃，所以大家应该在吃呃圣诞大餐啊、哦。那圣诞夜不是圣诞老人的生日啊、哦，各位同学不要搞错。虽然到目前为止，我都告诉我的小孩，虽然他们都已经很大了，我都告诉他们讲说，圣诞夜呢是圣诞老公公要来送礼物的日子。那好，到到目前为止，他们他们都不接受了。 好但是圣诞夜事实上是耶稣诞生在伯利恒的马槽当中。为什么要诞生在马槽当中呢？因为神的儿子，但他要降杯在世界上，要找了一个呃最不起眼的地方，做一个最平凡的人，然后从最平凡的人来带给人类救赎。好，今天平安夜，所以我们要让大家都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尽量讲笑话，尽量开心的来看这一段，呃。 这个论文门，虽然论文门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开心不起来，因为它牵涉到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元首他的诚信，而且不只是诚信。如果你看他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跟他后面怎么样去制造伪证，怎么样运用动员各种的国家机器去整肃那些说实话的人，你不觉得很可怕？这不就像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差不多吗？为什么？因为他怕。 呃，人读太多书会知道真理，他又怕这些儒生，因为读很多书，所以会讲出一些东西呢，让这个秦始皇他统治这个世界会没有办法招招架，所以就焚书坑儒啊。其实焚书坑儒的很多啊，到近代几乎每一个暴君都干类似的事情嘛，查禁刊物啦，然后杀害这些呃良心的知识分子啦，其实都在焚书坑儒，古今台外皆如此啊，这没有什么例外。 好但是你就可以看出来，人性啊，其实人性不分蓝绿红白，也不分国界，人性只有善良跟邪恶，只有天使跟魔鬼，只有属神的属魔鬼的啊。简单讲就是这样子，所以台湾不要再为蓝绿为呃政党为这些东西去恶斗，要坚持人性的价值比较重要啊。斗了没有用，我们好不容易说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民进党上来你一看。 这样的党不倒，台湾会完蛋呐！啊，哦、那他倒了以后，国民党又上来，你不觉得很矛盾吗？你不是才刚说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吗？那上来怎么办呢？然后呢？这时候在野党又开始喊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国民党倒了以后，又又出现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不管他是白的、绿的、红的、花的。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要追逐的是价值，不是谁执政，不是芒果干，啊、哦！所以又回到圣经话那句话说，我们所顾念的。 是看不见的，不是看得见的。因为看得见的，就像政党啦、啊、蓝绿呀、啊、这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政治啊，谁当选谁不当选，手段呢、啊？看得见是短暂的，看不见是永远的。什么是永远的价值？好，这个国家的理念，这个国家的价值。很多伟人在美国，很多的这个呃名人，他们都已经早就离开人世间，可是他们流传的。 那个思想、观念、民主，好，包括法国、英国这些先进国家，他们的观念却是永久长存的。这就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好，我们在啊、呃、这几天啊，不断的发现了蔡同学，你真的是异于常人啊！我干脆颁个这艺人不是我了，街头艺人不是我，我看这颁个艺人给证书给你，你是艺人，你异于常人。 啊，你怎么异于常人呢？你看你的学思历程不一样，不交学费也能毕业，好，然后没有指导教授一样毕业，好，人家指导教授是博士望重士林，你家的是那个学士，哈，而且还没有来过士林。那别人呢？这个三金灯火五金鸡弄个两三年才把博士论文写出来啊，你不到五个月就把博士论文写出来，别人的这个毕业证书长这样，你长那样，别人是明明就蓝色皮，你黑色皮。 好，别人的毕业证书呢，到处都有，你就到处都不见，啊，那别人的毕业证书放到图书馆上面是一个作者，你是两个作者，反正你从头到尾都跟人不一样，那、啊、我也认了。最近又发现，你连口试的这个日期都跟别人不一样，啊，别人一定是在什么，一定是在上课的时候嘛，因为口试这件事情很严肃，我在节目中也讲过了，你一定是很早以前就跟指导老师跟呃所有的口尾约好了，而且。 你知道吗？在英国口试是这样子哈，英国的口试指导老师是不能在场的，除非经过特殊的说明跟申请，指导老师在场，但他不能发言。好，可是你呢？你看看你的那个洋葱炒蛋，你看看你这个民主沙龙怎么说的？你说你的指导教授在你面上探头跟你说你进来，你的指导教授在这整个口试的场合中，原则上是不能参与的。 如果有任何可以参与或者需要参与的理由，他应该是坐在旁边是不讲话的，是完全不讲话，也不能主导这个口试的，更不可能叫你进来。这坐在旁边一个小媳妇儿一样啊，拿个笔抄。因为什么？这就是英国的学制啊，他们的方法。好，结果呢？你连你的口试，博士口试的那一天都跟别人不一样。那天叫什么？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六号。你忘了有一个东西叫万年历。 一查之下，一九八三年十月十六号是星期天，Beautiful Sunday，没有人跟你口试。好、哦，我知道现在那个辣印粉、liar 印粉很急了。泽统府发言人士也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来圆这个谎？他们就会讲说，哎、欸、呀，某某人呢、啊？现在呃，北美教授协会、呃，台湾教授协会、呃，全世界月球教授协会都可以出来说，哦，我我我彭某人，我张某人，当年也是这个礼拜天口试的哈。某某人，对我也是礼拜天口试。 卖来配，哈，卖来配，可以了，这样可以了，真的可以了。在美国，你知道，我讲过嘛，除非你的夜克膜了，哈，你的夜克膜电池没电了啦，哈，啊，液克膜应该不是用电池了，你的夜克膜电池没电了，哈，你跟他讲说，我只剩二十四小时，所以我非得要礼拜天，啊，礼拜天如果不口试的话就没了，好，或者说如果是 Cinderella，我马上要回去帮我的车马车鞋子变成那个马车，南瓜变马车，马车变南瓜。 啊、哦，所以我一定要在二十四小时，礼拜天我一定要礼拜天口试，礼拜一不行，礼拜一就完了。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人把口试放礼拜天的，你放心好了。结果你偏偏就放在礼拜天。还有，你撒的谎也真的太多了，我我真的必须说，有一天啊，这个呃，全国人啊，全国爱好民主，除了呃，辣音粉、liar 音粉之外。 都要记得这一天叫做二零一九年的九月四号，是台湾的国耻日。这一天，堂堂中华台北的总统竟然告了两位望重士林的学者，一位是在北美啊 North Carolina 教书的林环强教授，一个是台大名誉教授，还是你中华台北总统蔡同学你的老师，你欺师灭祖，你告的你的老师贺德芬。好，这两天九月四号。 你告他们拿出来的四份证物，于今看来真是丢人呐、啊！你拿那个伪造的东西出来告人，我跟你讲，你真的，我我是说真的，我们可以原谅你，没有关系，一笑泯恩仇。但是台湾的公平社会不能原谅你，因为你必须为你这么离谱的事情付出代价。我必须说，我们再三给你机会。 包括我去英国伦敦 Savoy Hotel 开记者会之前，我还给你机会。后来我们起身动身，虽然记者会的人数不多。谢志伟呢？谢同学很很这个努力的看了我们的这个记者会，说我们现场只有七个人啊，其实真的不止了哈、啊。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七个人比较好编成语，所以你说我们自欺欺人，但也没有关系。过一阵子你会看到《世界七报》会登出这个消息，你慢慢等，真的你不要急哈、啊，要耐得住性子哈。啊 不要那个，因为发配边疆久了呢，呃，耐性也没了。好，好，所以我要讲的是，你蔡同学，你在二零一九年九月四号拿出来几个证据是什么呢？你在二零一九年的九月四号告人的当天，第二天啊，北检就分案了吗？好，你告人那天，总统府发言人你们的脸书是怎么写的？L S E，并提供了1984年3月所制发的毕业证书影本，图四。 以上这些都足以证明，总统当年确实有提交论文，通过口试，取得博士资格。看好喽，林环强教授踢爆了你！你说 LSE 提供了一九八四年三月所制发的毕业证书银本，于是，在我们海外的律师团，林环强教授、徐永泰博士，很多人听到这句话都叮咚了一下，包括我事后。 啊，因为我智商五十七而已，所以我通常都要别人告诉我说，我想了一下，回去把头烧破了以后，我才哦、oh,，哎，没错，就这样，果然是这样。各位，我们先不讲英国伦敦大学正经学院是什么蛙哥，我先问你，你去台湾大学跟台湾大学申请一份你的毕业证书，银本，你看他会不会给你？我给你保证不会，你们去申请看看，你去申请银本，他怎么可能影印给你？你再想一遍。 啊！学校怎么可能影印一份毕业证书给你？你把它当 Seven Eleven 呢？我跟你讲，很简单，学校就这样子，你要么你来正式申请补发，哦，你来写个文，写个细节来补发，啊、哦，还要拿照片什么这个补发，他怎么可能帮你印一份你的证书传真给你？你再想一想看，这个逻辑是什么？很简单，学校给你印一份影本，那是影本，到头来是真还是假？ 而且学校这份影本到底有没有这个公文的效力？它到底有没有正式效力？你说学校给我的、啊，就像你看，你今天总统府发言人是，你蔡同学说，你看学校给我的，那学校不是冤大头吗？学校说我干嘛印份影本给你？我给你一份影本，就你回去给我乱写，给我乱弄。你看，我们今天拿一份这个呃身份证的影本，我们都要盖个章，然后上面也说仅限于什么办国泰信用卡。 好，这美国泰没有给我们钱，我们没有那个没有置入啊，仅限于办台新应用信用卡，哈，诸如此类，不是吗？然后为什么？因为银本可以做太多的变造，所以你放心好了，一个学校绝对不会提供给你你的毕业证书的银本。好，你说你我们随便乱讲，这是我们的 common sense，法规不是这样讲的。来，你们看，就有好事者去。 写信给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跟他 double check，而且上官网去查，结果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 we do not hold copies，我们不会保有任何的影本。we do not hold copies，而且呢，当有人写信去跟他询问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份影本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给影本，而且还说明了理由，因为怕有人利用影本。 去做假造，或者是做别种认证的企图，还特别回信提到说，我们不提供银本，原因是怕有人利用了银本去做一些不正当的用途。所以各位想一想看，我又要再一次呼吁，蔡同学，你的诚信跟你的这个呃道德让我百分之百的质疑，现在我对你的能力有百分之一百一十的质疑。 你用的人真的是程度差呀、啊！你整个总统府，这个发言人事也好，你的秘书室也好，真的是目不识丁的为为多啊！他们呢，既没有考过国考，没有公务人员身份，没念过硕博士，没拿过博士，没有看过真正的海外的求学经验，也没有在教呃学的机构待过，所以才会放这么多的问题嘛！你想想看。 你总统府发言人是如果是欧崇敬这种担任过，虽然是私立大学担任过这种行政职的啊，担任过副校长的，因为私立大学最最常碰到这种狗屁倒灶的事情，什么买学位的啦，假学位的啦，上面的人压下来，立法委员塞进来说，我们这个人要什么毕业证书，那个人要这个，呃，进个博士班，我告诉你、啊，台大，我我在台大当过行政职，好、啊，在在这个教学发展中心，在教务处担任过，呃，小主管。 好，但是我们比较很很难呢、啊，我们比较难碰到这种事情。所以你总统发言人是啊，你你把欧老师欧崇进把他纳进去的话，你你就不会犯这么多错误，因为他碰过狗屁倒灶是比你们还多啊，那一天到晚在验证假学位，哈，所以你们就是因为没经验，所以才会掰出什么说我们跟学校要了一份毕业证书的银本这么荒唐的东西你都掰得出来，一般的学校不是一般啦，所有学校不会提供你银本啦。 啊，你你真的放一千万个心呐！啊，他说你要吗？你要来吗？你要来，你来申请嘛！啊，而且我要再讲一遍，他会跟你讲说，请问你，你为什么要我提供你你的毕业证书呢？那、啊、你的毕业证书怎么叫我提供呢？那你要怎么回答？阿 p 瓦 n k y 啊，k y 啊，来申请啊！你就申请啊！啊，我表哥寄给你，你就申请嘛！你怎么会要我提供你的毕业证书的影本呢？ 所以这不是荒唐到了极点吗？好，那么，所以你九月四号，你的起手是拿出来的这一张所谓的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补发给你的毕业证书银本，你拿这个当成四件证物中的一件来告人，你真是丢脸呐、啊！好，这个林怀江教授在他脸书上面是开骂了，你真的是 shame on you，你怎么会干这样的事情呢？ 那一天，二零一九年九月四号，台湾中华台北发生了一件丢人的事情，就是、中华台北的总统竟然去告两位望重士林的学者，而用的是四份造假的文件。我想这件事情，历史上、法庭上、看守所都要记上一笔。见状广告,告，马上回来。 震经关不了，关不了震经。二零一九年九月四号，历史要记得这一天。哈，蔡同学以一个中华台北总统之尊，竟然告了两个学长、学姐啊，两个学者，一个是学姐，哈，另外一个是教授。这个学姐还是他的老师啊，贺德芬老师。我想，不知道有没有直接教过蔡英文了哈？在台大法律系要不认识贺德芬，我看很困难的哈，反正他的这个。 学师生涯这个一辈子就是专门对抗权贵，哈，哪壶不开提哪壶。以前是在校内对抗这个国民党党内的这个党国体制，在台湾呃大学里面的这个这个班班的什么孔之中办公室啊，什么绝民学会啊，好什么中华什么什么学会啊，这些在校园里面横着走的拉帮结派的这一些党国不分的呃学术人，就专门对付这些校长。所以从什么陈维昭啊。 李四成呐、啊，哈、啊，这些哪哪个没有吃过他的排头？好，那现在呢？呃，你蔡同学，你告了这两个人啊，所以我说你哦，你真的倒大霉，你真是乐了虎须啊！好，你谁不好告？你告了一个在北美担任过这个北美教授协会的这个会长的前会长，而且这是一个非常风有风骨的一个人，他是不当官的，也不被你摸头的啊，这样的一个林怀强教授，你又告了一个。 在台湾大学啊，谁都惹不起也不敢惹的贺德芬教授，好，然后你又惹了一个东岸 gang 哈，中得收买呃买你都完人哈，一个非常应景你收买不了的综艺咖，你一次告三个，我跟你讲你倒大霉，你最近又惹到了欧崇敬，欧崇敬欧老师哈，在那个欧老师欧崇敬看天下的节目当中，他又呛你了，好，他跟你讲说你什么人不好惹，你来惹我。 你呢要动手脚做掉赖清德也是算了，你最近竟然在网络上动手脚，要把我呢的这个民调调从第一名调到第三名。他说你好，你惹错人了啊！这个欧崇进也放话。好，所以我要讲的是，二零一九年九月四号，你一口气告了两个人，然后两个礼拜之后，一个礼拜之后呢加告我，那没关系。你拿出来的四个东西，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嘛，你从学校取得的你的毕业证书的影本，你买俏西郎，我先跟你讲啊。 学校不会发的，还有很多原因呢、啊。他就会问你说：“奇怪，你的毕业证书不在你手上，你干嘛叫我给你呃影本？不信的话，好了，不信的话这样子，各位所有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同学，你们写信去找你们的母校要你的毕业证书影本，看看他会不会给你。来，你用尽各种方法，好不好？你们用尽各种方法去要一张影本来给我看一看。你给我看，I f o o l you，啊。那么另外三份文件是什么？一份就是著名的阿飘文件呢。” 那份没有人签名的所谓的口试通过函，拿这个来告人，然后呢，拿你的学生记录表，这份记录表呢，我们正在认证当中。我告诉各位，它是假的，啊，它是二零零七年之后靠公共关系去弄出来的，但是弄出来一看不对，弄出来之后呢，加油添醋，它是假的，怎么会是假的呢？来，我们证据慢慢先。 另外，我要再请问大家，除了你的毕业证书的影本，你跟学校要不到，学校不会提供你影本，你搞掉了，正式申请我给你一份正的，我不会给你影本。第二个，请问各位，有任何人可以在你的学校当中拿到你的学生记录表吗？你要得到你的学生记录表吗？所以我说，蔡同学，你 too much over，你是修桥鬼，跳槽哥啊，跳槽哥，好，跳槽哥，你太离谱。 啊！我要讲的是，没有人像你这样子，没吃过猪肉，没看过猪走路，没看过《西游记》，连你的这个学生记录表都敢拿出来晃啊！这是二零零七年以后，你靠着公共关系去弄出来的。问题是，那些怎么把你这些东西弄出来的人，将来通通都会成为英国伦敦大学要检讨、要 fire 掉的人。好，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八号，你不给看的公文，这个不给看的公文呢，给了我们看半边。好，我们按照合法的方式去申请，结果你给我们看了半边。这半边的公文呢，就是 page 八八的左半边给我们看，右半边不给看。这一份公文就是我们一直怀疑你后面那个吉博士论文三册是手加上去的。后来我们去把公文调出来一看，哎呦，公文上面真的有吉博士论文三册，但是。 我自己把自己脸打肿之后，就有网友跟我说，那一份公文是假的，那一份原始公文是假的。我听了毛骨悚然。为什么是假的？他告诉我们一个很奇怪的说法，但是我因为我不是啊、呃、公务人员出身，是公务人员的，给我们解解答一下，解个惑哈，解惑哈，不要缴货，解惑解惑就好。他说 这个出示的这一份一九八三年的公文，一九八四年的公文啊，十二月八号的公文，这份公文很奇怪，怎么会把大章盖在这个公文的右下角，而且还会把公文的字给盖掉？他说这是不不不，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那个字刚好就是最受争议的那几个字，即博士论文三册。 一个大章怎么可能盖在文上面把它盖掉？各位知道哈，盖章有个特色，如果你要盖在上面，表示什么？这个地方涂改过，才要盖上去。这个地方没涂改过，怎么会把一个大章盖在公文的字的上面？而这个字刚好却是很敏感的几个字。网友提醒我们，因为变造的字很容易发生字体、字形、油墨的深浅、大小的不一。 所以干脆把章盖在这个上面，让它模糊化。我一听 bingo 了，而且还有一个身熟公文体系的人告诉我们说，正式的函不会盖大章。他说一般的函不会盖大章。哦，那大章是非常非常少见的使用的情形。他说一般的函只会出，比方说呃教育部长李焕啊，李焕的章。 不会盖公司的官房，不会盖这个机构的官房。当然，因为我不是啊、呃，公务体系出来的，请指教啊，不知道这样讲法对不对？两个东西，第一个，这个行文教育部给呃给正大正大行文给教育部的函啊，怎么会出现政治大学的官房？第二个，这个官房怎么会盖在文的上面字的上面？ 这件事情是我到目前为止不了解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大家看看这个正大写给教育部的函，哈，也被质疑是假的。那我要说的是，二零一九年四九月四号，你告人的时候拿出的三份文件，现在都被质疑是假的，所以你真的是不可告人，所以告人非常丢人。 好，我接下来呢要讲，我们每天这样的追你的论文，消遣你，给你考试，呃，电你，啊，用各种方法。好，你告了我们三个人，没问题，我们欣然接受，求人得人，这个求之不得。结果你竟然去告小老百姓，去对付那些转贴我们讨论的内容的小老百姓。 你会不会太恶劣了，蔡同学？跟你蔡同学这个集团，我必须要讲，蔡英文不倒，台湾不会好。我跟你讲，像这样的人继续当台湾的总统，完了，台湾不但回到了蒋介石的戒严时代，还回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习近平时代，还回到了北朝鲜的金正恩时代、金日成时代，太离谱了。来，我们来看看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号，好。 圣诞夜了，大家还是要开心一点。不过有些事情真的开心不起来。这篇文章是转贴蔡英文假学位内容遭约谈，学者批要守护民主的人实践东厂民主。这篇文章是疯传媒。现在啊、哦，会追论文门的只剩下中字号的媒体，还有疯传媒啊。这我觉得很悲哀啊。 难道公平正义要分蓝绿分这么清楚吗？非得要这样吗？好，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哈。正大法律系副教授廖元豪在发文表示，廖元豪是我师大附中的学弟，非常优秀的一位学弟啊、哦，在法学的部分，在实务的部分啊、哦，是我一个呃，我好好朋友，非常好的一个学弟。他说自己学妹的母亲在网络上传播蔡英文假学位的资料，遭到警方约谈。 他的学妹的妈妈是真有其人，传播蔡英文的假学位遭到警方约谈，警察，赶快来约我，我每天都在谈，来，赶快来约我，我每天都在谈，为什么不能谈？台湾不能讨论政治吗？你为什么去约谈那个做假学历、做假证件，一路走来都是假的人，要去约谈那个讨论假学历跟假证件的人？好。 接下来，这个文章是这样讲的。他说，据他了解呢，这篇涉案的贴文内容是民进党可能在选票上作弊。我也这么说。蔡同学，如果以你一路走来都作弊，连党内初选都作弊做掉赖清德，你前科累累，你还用作弊的东西去告三个学者，那我请问你，你大选不作弊，那你要干嘛呢？ 廖元豪二十一号贴文的时候说：“他说这一个学妹的妈妈虽然用词是可能，就是民进党可能在选票上作弊吗？因为是未来式，没有人敢敢斩钉截铁的说一定，当然是可能，而且当然可能哈。我们有 regression 吗？这个你过去做的这样的事情去类推未来的事情，这样的做法合理吗？哈，所以他说这样的说法根本不是谣言。” 直言在公堂上假设一下有罪吗？廖元豪说，就算学妹的妈妈真的转贴这个文章，也未必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中的散播谣言足以影响公共秩序。如果只是转贴就裁处，哎，廖元豪 echo q 了一下学长哈，他说，那么政论节目主持人彭文正应该被裁处不止一百次了啊，我我没有被裁处一百次，但我直接被告，我直接被刑事告诉哈，也是蛮光荣的。 他说：“廖元豪，哦、他是政法法律系的副教授。他说，这个应该不会成立，这当然不会成立，这当然不会成立。哈，如果这位同学的，呃，廖元豪的这个母亲的同学的母亲啊，如果有任何的法律上的问题跟正经关不了联系，我替你作证，我找律师帮你义务的辩护，哈，我来付这个钱啊，我请网友们大家一起来帮忙，转贴一篇质疑。” 因为你过去作弊累累，在初选还光天化日下做掉赖清德，而质疑你民进党会不会在大选中作弊，当然有可能啊。我们看你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当然有可能啊，还包括了开票所的当时一开始的时候要去清点，告诉大家说有效票多少，无效票多少，连这个动作都省除。我在节目中直言说你，你这明明白白的，是在为可能提供作弊的空间提供一个良好的场域。 难道不是吗？好，所以我说，现在这廖永好说，你现在把警察约谈就足以吓人。我跟你讲，一般小老百姓被警察约谈哦，真的会吓出一裤子尿。一般人真的会怕啊，像我们这种当然是老神在在了。我们根本，我我们一个人单挑一个国家机器都觉得很荣幸。可是，一般人不是这样的，好吧？一般人不是这样的。好。 廖永豪说：“刑法一百条修正后，台湾好像很久没有出现过这种所谓的寒蝉效应。让大家复习一下，这些防卫民主、守卫民主的人怎么实践东厂民主。我必须讲的是，民进党党内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前辈让我佩服，因为他们在刑法一百条没有废除之前，用尽各种方法偷渡回台湾，用尽各种方法鼓吹民主，被判刑，家里面被灭门。” 各种事情都发生过，但是他们造次必也是，颠沛必也是，一生不改其志。但是也有很多人拿到权力之后完全变节了。可是我还是要讲，大部分的民进党里面的这些公职人员还是有为有守。你们看到的那些什么，呃，那个掉了烟的啦，掉了钱的啦，三百万的啦，安插自己人的啦，然后呃说谎的啦。 莱尔英粉呐、啊，蜡英粉呐、啊，还有那些擦脂抹粉的，你加一加啦，不会超过一百个啊，还是有很多为台湾民主贡献相当令人敬佩的人。但是我要讲的是，你们这些人到今天为什么不说话呢？要任由那一百个人不到的人去把你们辛辛苦苦建立台湾民主的根基给摧毁，而噤不吱声、闷不吭声呢？这恐怕是你们。 必须要担负的共业吧。好，那我就要讲了，在网络上贴一下这些，你怎么去约谈别人呢？警察一起假把修赢吗？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派出所约谈哈，可以提供给我们。如果警察真的这么闲，那各位请教警察去你家排难解分，好去帮你们家小孩解数学题目。 啊，或者是你家门口呢？呃，有什么违规停车啊，违规脚踏车，都打去派出所，请他们帮你处理。他们已经闲到要去处理有人在网络上去转贴质疑民进党大选会不会作弊这样的事情，他们都要管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这样子，民进党二零二零年你要怎么选呢？你怎么选我不关心啊，我根本不 care。好，我觉得。 政党本来就应该轮替啊！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掌握权力的人，掌握绝对的权力必然腐败；在野的人痛定思痛，久了之后呢，就会有所反省。政党本来就应该要轮替。那么，我关心的是比这个更高的价值。我根本不 care 这一次选举到底怎么回事。我 care 的是，台湾的未来要不要建立在一个诚信、民主、安居乐业、自由。 和平的一个公平的场域之上。这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踢爆蔡同学最离谱的一件事情。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倒回约半年前。我们一直在讲诚信很重要，诚信很重要。好，因为呃，在节目当中呢，很多人就说哇，那个呃，芒果干啦啊,啊，那个论文更加的要重要啊。台湾啊，叫阿强啊退去，啊，你讲下论文干不好，好、啊，你讲下什么道德啊，还、那、得、个、标准相高啊，卖对正的论文。 遐尔啊，期待啦，吼！啊，咱吼，搞好台湾，好好，哈，台湾的民主爱甲修好好，吼，爱甲修好好，啊，卖、啊、去讲遐什么读册人吼，逐家修康修芳啦，什么呃，朴素论文安怎啦，安怎朴素写了好，够安怎？你是要安怎？吼，那我今天要讲的是，这不是朴素论文呐、啊，这个问题是基本的诚信。这基本的诚信讲的不是什么，我我要不要选总统啦？说了两百次不选啦、啊，不是、欸。 是你可以一手捏造你的学历跟你的论文吗？又可以一手骗人，一手继续去收买钱，给了这个呃台湾研究计划，然后用研究计划去包装，在英国去收买骗人，骗到台湾来，再收买司法，收买舆论，然后呢又告人，你这一连串的行径，你太过恶劣了吧？还记得吗？你这个蔡莱尔，其实啊、哦，你已经得到你的历史定位，在论文门里面。 你封锁了你的资料到二零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号，你封杀了媒体，恐吓了民众，篡改了证据。你这一切，我们说明了品性越这个恶劣的人，掌握越大的权力，国家危机就会越大。今年四月十四号，民进党初选刚刚这个开跑，你蔡同学你还炮火猛烈的轰赖清德，只是因为赖清德在跟你呃在经过这个呃选民的接触之后。 哈，他在那之前他都没有表态，哈，他表态说他应该会支持啊党中央提名的人，可是他参与了基层的选举之后，他知道基层的焦虑，啊，所以他希望跟你进行一场公平的君子之争，安内北塞吗？只有你可以选吗？结果你看看，那个时候你跟你的打手们狂强调诚信，谁呢？ 所有的政论节目主持人郑红仪哈红仪，还有网军，你们当年是怎么炮轰赖清德？你们这一些啊，这个卡神们，你们是怎么样糟蹋赖清德？糟蹋的东西只有一样，锁住他的诚信。我们再来看看蔡同学，你当年怎么样用诚信两个字来酸来点赖清德？ 我必须要提醒他一下啊，作为呃一个政治人物，要领导国家，要承担责任，其实诚信啊是最基本的条件。一个人寻党内正常的机制出来选，改变了他的主意，从不选改变到决定要循正当的管道出来选，这被你说成是诚信很重要，那请问你？ 一生 say 的，一生无中生有，一生欺骗，一生谎言的人，要用什么东西来形容呢？好，接下来网友不断的提供资料，而且他发现说，你讲的越多，闹亏撸贼。我们说过嘛，哈，我们说是一场闹剧啊。然后呢，有两个学位，啊，最后一个半，还有三张证书，一九八四年后来出土了。 二零一一年来一张，二零一五年来一张，后，然后再来呢？哦，你有四个论文，现在看起来呢，你可能有五个题目。好、哦，你还可能不止四本论文，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这四本论文是什么？应该还记得吗？啊、哦，一份是到了这个呃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 Women's Library 嘛，对不对？还有呢，啊、哦，你就说你那个手上不是还有一份手稿吗？好、哦，那一页一页的吗？还有你还要说那个手稿？ 呃，是有一份论文传真到英国去的，啊，那你加一加不是有三份吗？啊，然后你又说在别的地方找到的一份，啊，用那一份去做手稿，那你不就有四份吗？那这句话都不是我讲的，你去看看那个黄崇彦啊，张敦涵，总统府发言人，他们在历次讲法当中所透露出来的消息，现在我们要看的是你的论文题目不是你现在这个题目啊。 你好，几个题目来，我们看看你二零一一年在张师大的时候，你跟年轻人讲话的时候，你又露馅了。我发现一件事情，你只有骗骗年轻人哈，你只有骗骗这个 young liar 音粉哈，这个呃年轻的莱尔音粉们。那个时候你是眉飞色舞，因为只有他们会买你账。你说我的指导教授挂了，他们就哦挂了。你说。 谁这么棒，可以买下这个纽约这栋大楼？这么有眼光，就是我啊！底下就哦，就是我啦。哈。然后我就说，这个呃，我们这个法学院呢非常严谨，那个前前后后啊，呃，就只有我一个台湾人，就哦，好棒，好棒。所以你真的，你哈，我认为啦，你最适合当的职位其实不是当总统，你的专长真的不是当总统，你当青辅会主委，他赞，真的，你好好的去骗骗年轻人。 给他们带来希望，虽然是骗了哈，但是给他们带来希望，让他们开心，你适合当青辅会主委，好吗？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你在二零一一年巡回去跟年轻人演讲的时候，你说了你的论文的第三个题目。所以在八零年代，我就写了一个论文的题目，我就交给我们的 committee，让他们去审，就是说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music> <music> In a changing world，就是说，在一个变动中的世界，结果这个论文题目被打回来。那这些英国的教授们经过一番讨论以后，他们说前面这一段可以叫 s h a f t i n g domestic market”，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一个是一个应该要关注的议题。可是后面这句话 “in a changing world”，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变动中的世界嘛，哈，“in a changing world”。 这个我们的那些有学问的老师们就把它杠掉了。他说这句话是没有意义的。那为什么这句话？我们讲 In a changing world，呃，make a lot of sense to me，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啊。可是这些教授们说，这些老老师们说，the world is always changing，这个世界永远是在变动当中。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你要把它放在一个论文的题目说 "In a changing world"。哎，你再想想看，这些老师毕竟到了这种年纪以后，他们在回顾这年轻人写论文的时候，当年轻人觉得这个世界变动是很快的，在八零年代，这些老师已经觉得是说，变动本来就是每天发生的事情，它不是一件，它不是一个非常态，它是一个常态。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 所以，呃，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做学生的都知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就是你绝对不能够去对抗你的老师，尤其是博士班的学生，因为你的前途是掌握在你的老师的手上。好，我就接受了，所以我的论文题目很简单，就前面只有前半段叫 “Safe 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后面那一段就没有了。所以这就是我的那种超短的。 博士论文的题目的缘由，就是因为后半段被拿掉了好了，我们来看看你的逐字稿。好，这一段正是下巴又掉下来了。来，啊，你说，所以八零年代我就写了一个，呃呃呃，哎、呃欸，这地方有点卡哦。一个什么，一本黑皮书，一个博士的大纲。所以你看，我坦白讲哦。 人家说观其眸子，人焉收哉，人焉收哉。其实再怎么厉害的莱尔，你看看他讲谎话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细微的动作。我跟你讲哈，那个呃，那个莱尔的鼻祖克莱尔讲谎话的时候哈，他会清一下喉咙。哈，就是呃，我、哦、我跟你说哈，呃、哦、我、哦、我跟你说，真的，你去看哈，他真的会清一下喉咙。那这个蔡莱尔呢？ 他呢要讲谎话的时候，他会顿一下。所以八零年代我就写了一个一个一个什么来来论文的题目。来，我我们再放这一小段啊，你看看他讲这段话的时候，去看看他的这个眼神，看看他说话的口气。所以在八零年代我就写了一个论文的题目，我就交给我们的 committee，我就写了一个论文的题目，我就写了一個文的題目。 一个论文的题目，好了哈、哦，你就是写了一个论文的题目，交给了委员会，让他们去审核说。说 “safeguard for domestic market in a changing world”，哈、哦、s a f e g u a r d for domestic market in a changing world”。哦，其实我坦白讲哈、哦、，“safeguard” 在这个地方哈、哦，要直接这样写，我就把你打回票了。你在这边如果要当动词，你要用 “safeguarding”。 啊，你你这个字也不是名词，所以看起来我我就帮你打回票，中中呃街头艺人就打回票了哈、啊，在一个变动中的世界，结果这个论文题目被打回来，这些英国的教授们经过一番的讨论之后，他们说前面这段可以 safeguard for domestic market 哈、啊、safeguard for domestic market 不通了。 某通了，高山滚谷不通不通了，所以你自己程度差，你不要把你的老师砍拖下去，因为那绝对不是你的老师的。等一下我再跟你讲哦，一般在，呃，英美国家的学界，他们是怎么看指导老师跟学生、指导老师跟口尾之间的关系啊？我我再直接讲好了，不会这么没有礼貌。在你的论文口试的时候，论文的时候呃去跟你呃弄这个题目，所以可见什么？ 你这是在论文大纲的时候，我再讲一遍。论文大纲的时候，才会有你的指导教授跟你的 committee 一起讨论你的题目，跟你的呃这个内容，对吧？好，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真正面临的问题嘛，你被打枪了，所以你从头到尾只参加过一次的所谓口试，那就是大纲口试，就在这里。OK，好。 结果，这个论文题目被打回来，因为英国教授们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他们说前面这段 safeguard domestic market 可以，但是这是一个应该要关注的问题。但是后面那句话 in t the changing world，他就说这个变动社会啊，他们有些这个有学问的老师就把它杠掉，说这句话没有意义。为什么呢？这句话我们讲 in t the changing world make a lot of sense to me，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啊。 呃，可是这些教授说，这些老师们说，world is always changing，所以呢，这个呢就不用写了啊。好，那嗯，你你你去掰嘛哈。他说，老师毕竟到这个年纪之后，他们就回顾年轻人写论文的时候，当年轻人觉得世界变动很快，在八零年代，这些老师已经觉得是说，变动本来就是每天发生的事情啊，这不是一个常态啊，这不是一件非常态，而是一个常态。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 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做学生都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就是你绝对不能去对抗你的老师，尤其是博士班的学生。好了，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你怎么会让你的指导教授找不到呢？然后还会跑去跟你的系主任去 kind of complain 你的指导教授为什么不给你过呢？然后才你的指导教授还把你换了一个老师啊。 呃，这些东西都违背了你所说的，不要去对抗你的老师嘛。而且你知道啊，如果 Michael John Elliott 真的是你的老师的话，那么，呃，他一个这么年轻的人，他敢去接这个别的老师不要的学生吗？所上的这个系主任啊，或者是 academic 的的这个 Dean，他会把一个大咖老师的不要的学生拿来？ 去叫一个年轻的老师接吗？我跟你讲，熟悉学界的生态的人，这都是某科一的代际。好，接下来啊，他说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化，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啊，不要去对抗老师，因为你的前途掌握在你的老师手上，我就接受了。所以我的论文题目很简单，就前半段 safeguard domestic market，后面就没有了。这就是我超短博士论文的题目缘由，因为后半段被拿掉了。好了，各位。 你看看哦，他曾经有一个题目叫做 “Safeguard for domestic market in a changing world”，因为后半段 “in a changing world” 被老师拿掉了，所以他的题目呢连 “for” 都没有了，“Safeguard domestic market” 不通啊这个东西是不通的，“Safeguard domestic market” 这不是一个题目，所以他说这是他的超短论文的题目。哎，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啊？ 二零一一年呢、欸，哎，他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他不知道啊，safeguard domestic market，他又出现了一个题目，而这个题目呢，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再回到他的学生记录表，由这个题目他说的东西，他出现的第四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那个文法不通的被划掉的，在学生记录表的。 第二个就是他现在对外宣称的他的博士论文,文的题目，第三个就是出现在他自己演讲中说他本来要写的那个题目，第四个就是他在演讲当中说的他老师最后要他写的那个题目 p y n 四个都不一样。最后他说他博士论文,文的题目竟然跟他老师说要他改成的题目不一样。他不是说不要对抗老师吗？所以三共细到鬼，三共细。 吸老捞亏哈！进入广告马上回来。委员，请问二零二零年选举，你准备花多少钱来选、啊、<laughs> 这在金刚丹呐，没有花五千万哦、啊。你要准备一亿啊！可是委员，选爸爸有规定啊，那选举只能花一千万哎、欸。哪家媒体的？哪家媒体的？<laughs> 那么笨，公司都可以做假账了，<laughs> 选举难道不行吗？<laughs> 委员，可是立委四年薪水都没有五千万呢。你，还是打你啊！<laughs> 我跟你讲啊，我一定会打你。台北市大安区立委候选人九号张瑜健，只花五十万来选举，清新干净没包袱。 正经关不了，关不了正经。来，蔡同学有四个论文题目，哪四个呢？好，第一个，在学生记录表当中有一个被杠掉的题目，好，被杠掉题目。学生记录表、哦、有行家看得很清楚了哈，也是一个在美国教过书，好、啊，在英美啊、呃、念过硕博士的人。他说很简单呐、啊，下面写一个 BS Law，意思就是蔡同学你没拿到硕士，你也没拿到博士，你就是回到 Law 啊、呃。 B.S. 你就是 Bachelor，你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正式的学历是 Bachelor。他这句话突然点醒我。好，你今天告诉我说蔡同学博士没有进去，那他在他的这个 Master of Philosophy，他不是念了一年了吗？按、啊、理说他应该回头拿一个硕士，不是吗？但是如果他真的有回头拿一个硕士，英国伦敦政经学院为什么没有他的硕士名册？为什么没有他的毕业的硕士的毕业证书？ 可见他被打回原形之后，他是进不了他的 PhD program，他也没有回头去补他的那篇 thesis。我们在节目讲过嘛，我们把那个洛洛长的学生规定讲出来。那个洛洛长的学生规定，我们问过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学校的这个呃提供论文的学位的方式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的 m p h l PhD 没有进去的话，你回头你必须要提供一个硕士论文，你才可以拿到硕士。 或者是你要有例外的话，你要提供 equivalent，而且我记得那个上面写的很清楚，要有相当的贡献的作品，你才可以拿到硕士。结果蔡同学你都没有，所以你在你的学生记录表上会莫名其妙出现一个 Bachelor of Science Law。好，那来了，你的第一个题目我们还记得吗？我们看了半天摇头晃脑，不知道你在写什么。他这个题目叫 Law and n Turf Trade。 b u r i legal control 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a transitional world。啊，好，我们那时候就在讲，没有人把漏当动词啦，真的没有啦，哈。然后呢，呃，这个整个动词当中也没有看到一个，反正这整整个题目就是不是一个题目，哈。好，结果呢，你在你的这个张师大的跟一些 liar infant。 聊天的时候，你就说到，你原本的出口是初稿的题目是，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for domestic market in a changing world，哈、huh?，好，后来呢，你被你的指导教授说这个 a changing world 把你杠掉了，所以你把它杠掉以后，应该叫做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for domestic market，结果你自己又吹牛说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有一个超短的博士论文题目，你自己说的，你口念出来的，叫做 safeguard domestic market，后面那一段就没有了。safeguard domestic market，来，我们再重复一遍，证明不是我讲错，你自己说，老师把你改掉以后，你有一个超短的博士题目，叫做 safeguard domestic market。好，我就接受了。 所以我的论文题目很简单，就前面只有前半段叫 Safeguarding Domestic Markets，后面那一段就没有了。所以这就是我的那种超短的博士论文的题目的缘由，就是因为后半段被拿掉了。好，你说你有个超短的博士题目，我就不太懂。如果你讲的是刚才你把老师后面那半段给截掉，那你的题目应该是 <music>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for Domestic Market，这也没有算很短。 那 safeguard domestic market 很奇怪，最后我们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或者你偷渡进去，不管在 p r o c a s t 或者在大英图书馆，你偷渡进去那个论文书目，明明写的是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啊，经高人指点，告诉我说你这个题目根本文法不通啊，啊，完全不对啊，不该是这么写的。好，那你到底有几个题目，蔡同学？我们真的觉得。 没法理解你到底写了几份论文，你到底有几个题目？可是我们经过抽丝剥茧之后，我要讲的是，你讲了半天，你这些历程、几个题目都是你在博士论文大纲口试的时候，跟你的指导教授以及你的口试委员们之间互相讨论的过程。只有在大纲的时候。 才会去思考改动你的题目，而且只有在大纲的时候，才会有你的指导教授在里面一起讨论。结果，你被人家说你题目太长，题目不对，题目太大。最后，你的硕士要到博士的这个博士大纲没过嘛，你就没有进入博士嘛，才会留下后来那个悲惨的小英便当跟这个木索伦敦的。 这个岁月嘛，也造成了你人格上面的扭曲嘛，才会回到台湾去，不断的编造各种各样的谎言，捏造各种各样的证据，然后到处告人嘛，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历程啊。我虽然有点同情你，我讲实在话，遭受这么大的打击，确实是是很不忍了。可是我坦白讲，是不是因为你的家境太好，人生太顺遂，这样子在学校里面没有拿到博士的人，我碰到很多呀。 我自己在念博士的时候，我也吃了很多苦啊！我也曾经有一个学期很紧张，怕自己会被呃没有办法维持一定的成绩会被踢掉。为什么？因为我从大学念的是前面两年念的是物理，后面三年念的是农推，硕士念的是公共政策与管理，是一个跟 MBA 的 joint program。我念的东西从头到尾都跟新闻传播没有关系，所以当我进到博士班啊，申请博士班进去的时候，二零一二年。 呃，二零一二年左右，我进到博士班的时候，我是第一次，这生第一次接触到新闻学。他们讲什么 spiral of silence，我的同学朗朗上口，他们都正大新闻所拿过学位，拿过硕士，写了厚厚的论文。他们都很清楚什么是 spiral of silence，什么 agenda setting，我听得跟阿、啊、天路一样，我根本一个字都听不进去，我完全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我痛苦了一段时间呢、啊，所以我那时候我被踢掉也是刚好而已。 我被踢掉以后，我会不会就这样子回台湾行骗呢？不会啊，人生本来就很多挫折啊，这不过就是挫折中的一个啊。街头艺人混到今天，中间很多挫折啊，对不对？台大嗯教的好好的，剩下不到一年，中间有半年可以，呃，中间有一年可以这个呃休假啊，那顶多再混个两三个月，那那终身俸没了，退休金一毛都没了啊，除了自己提存的几十万，连利息都没有。 还给我之外，其他通通都没了、啊，那算不算挫折？照你蔡同学这样子，那我不是要去行骗到火星去了吗？对不对？好好的那个呃，在民事把人家收视率做到所有的政治节目最高，平均起来最高，一年帮民事赚了多少钱？啊，一集可以帮民事赚到五十万，最后，最后呢？哎，说我们赔钱，那你说中医他挫折在中不重,重？对不对？那我是不是要去？ 呃，机关枪去扫民是大门。照你这样的个性的话，啊，你你你好好的面对现实吧，接受挫折吧，啊！但是，我必须说，我在国外同学有很多人拿不到学位啊，他们就跟大家吃个饭道别啊，谢谢同学们照顾，然后到业界去工作，拿了一个硕士去工作，现在做的很好的、啊，现在有做到呃台积电的那个。 就是美美国部门的很多部门的这个高阶主管，也有人在，在 Amazon 呃做到高阶主管，当你也是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啊，就什么关系，对不对？可是你呢，为什么要这样子行骗？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现在要讲的是，二零一一年这一年啊，各位同学，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把它稍微念一下，大家去兜一兜。二零一一年的六月七号。 蔡同学，你跟着谢志伟，跟着陈其麦，跟着肖美琴，跟着张小月一行，到了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去干嘛？去见了那个时候的前校长 g i d e n s 然后还有见了那个呃格达费的儿子的指导教授啊 Held，去干嘛了？手上提着一个沉甸甸的黑色公事包，装了什么？然后2011年就发生很多事情啊，你的呃呃，你的这个。 博士的题目被偷渡进了呃图书馆的索引系统，然后接下来二零一一年的五月九号、五月十九号啊，你你去这个英国伦敦之前，到张师大去演讲，就讲了刚才那段话。还有呢，洋葱炒蛋你是二零一一年的十月二十五号出版的，但是你这本书应该是写了一段时间了，所以呢，我们能不能这样讲哦？还有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四号你的民主沙龙啊，又在那吹牛啊。 二零一二年的一月十四号选总统，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二零一二年的一月十四号你要选总统，所以在那之前啊，一年你开始写了你的洋葱炒蛋，你的洋葱炒蛋一写下去之后呢，你就开始要去对这些剧本，所以呢，你就开始到处演讲。二零一一年的三月十四号啊，你到了民主沙龙去演讲，然后呢？ 再过了两个月，到这个张师大啊，五月十九号又去跟这个 Liar Infin 啊去演讲吹牛。然后呢，你发现吹牛吹一吹，你到英国的这个部分你也要去做一些改变。所以你在六月七号你就到了呃这个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啊，想要去偷渡你的黑皮书，顺便去找一下啊，去参考一下当年呢这个格达费的儿子啊是怎么度过那个危机的。所以你找了两个当事人啊，跟这个案子很有关系。 后来有一个人离开啊，有一个人被调查，被这个媒体质疑，就是那个时候的校长 Giddens，还有啊 David Held。好，那接下来啊、哦，六月七号之后，再过半年你就选总统了，所以二零一一年这一年是你铺排出来要选总统，你开始要去做一些掩盖的、擦脂抹粉的事情，所以才会出现这一连串的事情。所以各位同学，二零一一年的三月十四号民主沙龙。 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九号，张师大的演讲；二零一一年六月七号，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拜会 Giddens 跟 David Held；二零一一年《洋葱炒蛋》这本书问世。这一年当中，我们去寻找这一年当中彼此之间关联的轨迹，你将会发现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好，那我要讲的是，这些事情都陆续的发生，而且现在正在进行当中。 还要拿这些假的东西来告人，这样可以吗？今天晚上是平安夜，其实我很希望看到蔡同学你能够有所反省。我要讲的是，我们并没有一定要指控你如何如何。其实每个人都犯错，每个人在一生当中犯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罪。而在上帝的眼中，其实说谎、造假、偷窃、杀人、奸淫这些罪。 都敌不上一个罪来的严重，那个罪叫做骄傲。圣经上有很多有关骄傲的说法，在箴言中说：“骄傲在败坏之先，就是在你败坏之前，一定会先出现骄傲。”所以，当你做了很多坏事之前，它的源头是因为你骄傲，因为你骄傲，你听不进别人的。圣经上说：“总要以别人比自己强，总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那你就会谦卑，你就会学习别人。正因为你的骄傲，你听不进别人劝，当然你看不下圣经，你也看不下这些古圣古贤的道理，你也听不进别人的劝，所以你才会一路走到不对的地方。在圣经呢有个故事啊、哦，耶稣看到了一个行淫的妇人，被很多人拿石头打他，要把他打死。 因为在那个时候，古代的律法是非常不公平的。男人可以拈花惹草，可以三妻四妾，但女人如果不坚贞的话，她就要被用石头活活打死。结果就看到那些人围着他要打，这个用石头打死一个行淫的妇人。耶稣到了现场之后，拿了一个石头，环顾四周，大声的说：“话说，你们谁没有做跟他一样的事情的，你们就继续丢石头打他吧。” 在里面看出耶稣的性格，一般人是不会管这档子的事的。人家一看，你看那个人做坏事，其他人去攻击他，这刚好而已。而且如果你这时候站出来讲话，那个石头可能会落在你身上，你就是下一个被打死的人。但是耶稣没有这么做，他仍然是一世之恶。恶该讲的话他就讲。他说：“你们谁没有跟他做一样的事情，你们就继续把他打死吧。”讲完这句话之后，就看到人群。 一个、两个、三个、五个，散去离开的人把石头放下，头低低的就走了。然后耶稣走近，跟这个行医的妇人说：“不要再犯了，离开吧。”他只告诉他一句话说：“说你不要再犯一样的罪了，你离开吧。”所以我们要今天跟蔡同学讲，在平安夜啊、嗯，我不是我跟你一样，我都是我们都是罪人啊、嗯，你犯过的错我也都犯过。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得到的一些启示跟你分享，就是要悔改啊，要悔改。那你悔改以后你会重生啊，就像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你走吧，啊，不要再犯了，不要再犯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够真的能够把你自己内心做过的事情，能够坦白的跟世人做个交代啊，也给这个社会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 虽然你可能会负担一些法律的责任，但是我相信那一天呢，我作为一个你的被告，我作为一个见证人，我会替你说话，啊，我也希望你能够为台湾，为台湾未来的子子孙孙留下一个好的榜样。我要讲的是，为时未晚。好，今天是平安夜，好，我要介绍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叫做《平安夜》啊，《Silent Night》。这是一首非常流行的传统的圣诞歌曲，它的原始歌词是由一位叫做、呃、叫做。 Joseph Moore 的一个神父，他用德文写成的。他的作曲呢是奥地利的一所小学的校长叫 Franz Gruber，他所完成的，非常的简单，但是非常的平安。那现在的很多传唱的呃乐曲跟这个 Gruber 当时的原始版本有一些不同啊，特别是在最后的一些变化。但是这首歌呢，在全世界已经被翻译超过四十四种语言，仍然是最近最呃一直在世上最流行的圣诞歌曲。 没有音乐伴奏呢，人们也常常会吟唱啊。在这个 Lutheran，在这个路德教会当中啊，这首歌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在二零一一年，哇，又是二零一一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告为一个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好，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啊、呃，世界五大男高音乐，<laughs> 来，我们大家听听看，猜猜看是谁唱的啊？这个平安夜，来作为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跟各位。 到平安，祝大家平安喜乐。好，那么平安夜，祝大家平安。好、哦。